在秋风挂网去睡觉的途中，这一片田持续的帮我产出精华哦。现在要做600个都不是问题了。合力，哎，等一下，没有合成器可以合成，什么鬼啊？做200个可以做，哎，做300个就不行了。可能是那个，可能是字节吧，字节使用已经到达最高上限吧，可能吧，我在猜啦。总之，如果他要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分开来做嘛，分开来做。然后东西慢慢的再合出来咯，目前合出47个，我把这些转换成透明的好了，透明聚变电磁体就是这个，把它转换成先做几个出来就好了，我是想要演示一下这个电磁体到底要怎么摆。一个正确的电磁体摆放应该是要这样子摆的啦，就是这一排嘛，一圈摆完，然后中间这一格是要空的，下面这里也是要摆一圈，上面这里也要摆一圈，然后外面这里再摆一圈，就是摆出这4条哦。至于它是不是透明的，这个不是重点啊，这两个是同样意思的东西，你想怎么摆就怎么摆。那我目前是设计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上面这里，上面和外面是透明的，那里面和下面是不透明的，我就摆成这个样子。在秋风等待那个制作的途中哦，先开辟了一个产线，这个是简单的硼精华和锂精华的打包产线，有没有？它就会这样子打包。我现在把我的电力连接上，这样子他们就会开始打包了。哎咻，就这样。打包好，然后就会输出到前面去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节省这个的打包过程嘛。这样子我们制作这个上面应该会快一点点，因为就跳过精华合成嘛，硼精华和锂精华的合成。哎，第一波200个做完了，那再得他200个好不好？第一波的200个，我也花的差不多嘞。再帮你做200个，你看现在不需要精华了，有没有？已经没有了，全部都自动帮你合好了，这个很好，这个方式很棒，应该可以节省蛮多自己的吧？这个我这边只有64K 啊，合成器，哎，我应该要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刚才没有仔细看，到底需要多少自己？哎，少很多哎，这样我可以做一口气做400个，哎。这样子，哎，400个超过了，只能做300个，300个可以开始。然后字节有在范围内可以。我们最后100个电磁体也计划下去了，感觉很快就可以完工喽，已经铺到最后一层、最后一环了，有没有？把这个环封起来之后，接着要通电啊，通接完不是结束，还要通电。通完电之后呢，才是真正的开始哦。通完电还要发电，要先失去啊，因为毕竟那个核融合要有很高的温度才可以核融合啊，不然这个温度不够是没有办法进行核融合的。我们的环形结构建构完成了，接下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。环形结构建构完成，现在要充能充电了。有，把这个放上去充电，在这里连接我们的管道，转移限制也不限制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，开始充电了，这就是充电的证明啊！我在4个角落都放上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吼，内外都要哎，4个角落加上内外。内外距离的话，这个要放在下面这里，内外4个角落加内外，通通都让它充能。我把4个角落的电力都插上去了哈，这个充的怎么样啊？哎，好像有点卡卡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的核分裂核能发电没打开，难怪卡卡的，好不好？现在来打开你，让你反应。这里还很多电吗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
这个我应该输出限制、转移限制也不限制了啦，让你大规模转移。我觉得那个转移好像还是有点慢哎、欸，在这个角落是不是也要再放几个那个输出装置啊？我先得这一台也一个能量好了，得你这一台，这一台既然也要能量哦，这样子有了有了，温度预热中有没有？跟大家讲一下，它的发电每一个都要有最佳温度哦，它的最佳温度是百万呢 ，million 呢。为了让这个的速度能够更快一点，我在这里也帮你通上一些电。啊咻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在通电的同时呢，我也应该要来选一下我的能量了，对不对？要用什么？锂、七、硼、十一，我觉得用这个好了。液态氢或是氢生成这个锂七，我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哎、欸。全部都会生成氦气，或是用这个硼十一也全部生成氦气，像这个。太多产物的，我就要处理比较麻烦哦。这个处理起来就会比较辛苦。这种单一产物的感觉比较适合我，对不对？看一下他们的最佳温度，哇，这个要5000 N 哎，哇，这个好多哦。那这个嘞，哇，要16000 N 哦。哇，先用锂好不好？锂七是怎么来？锂七要离心机。哦，把锂熔融之后变成锂七和锂六，然后我要锂七，所以我应该要改善一下这边的产线。这个产线先把它换成金属融化机，把它熔融之后，再用离心机离出锂六和锂七，再传送到那个核融合那边去。哎，我插上电，怎么？没有传输进来，出了什么问题吗？还是我的电不够了，都被核融合吃掉了？真的还假的？哎，我有开核能在发哎、欸，啊，哎，真的没电了，都被吃干净了，吃干抹净，这么夸张哦？哎，那个是吃电怪兽哎、欸，而且还推不到哎、欸。哇哇哇！这边缺电了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有吃电怪兽好不好？有吃电怪兽！等等等等，我先再提高一下我的那个什么核聚变反应，不是核分裂反应的反应效果，不然没塞啊啦，能量不够啊。我们紧急重新生成反应单元哦，100个 Holiki 啦！哇，很紧急，很紧急啊！再把这个冷却单元也紧急生产回来啊！紧急啊，紧急啊，都不够用了啦！我一开始以为我的能量很多，有没有能量爆棚？其实一点都不够啊！秋风紧急的把第二层都铺上去了，里面好多苦力怕哦。开始反应啦，这样子有没有快很多啊？478反应，52440，好像还好哎、欸。原本是多少？原本是10000多是不是？现在有50000多，每一 tick 发50000多，还不够哦。哇，这里。能量都直接传送出去了、欸，需求量很大哎、欸。看来我要做更高级的反应，是不是？我的铀锭可以直接分解成铀238和铀235，小撮的铀235，那样子我就可以直接合成这个了嘛，对不对？高密度铀235燃料，上面是铀235，下面是铀238嘛，对不对？不然用成。低密度的好像也不是不行欸，低密度的这个，这全部只要一个而已，好像可以先做这个欸，大量的制作这个120，这个多少？60，多一倍，所以我发电量就可以多一倍了，好像可以哦。这一条产线
好像可以改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源头重新调整一下哦，直接输出右精华，看一下我们的产线设置成功了，这边就会输出右定，有没有？右定合成打包，然后到这边同位素分解，分解完的右二三五在这里，小撮的右二三五在这边打包，那原本的右就在这边合成这个右二三五，右合成这一丸，这一丸之后就会输出到前面的这里，有没有？这一丸就 OK 了。好了，这一丸可以发，哎呦，可以发十万哎、欸，十万 RFT 哎、欸，十万够用吗？哎、欸，一下就发完嘞、欸，十万也不太够用啊。我重新改了一下哦，我把这个分解和废料的机器改到这边，从这边输出回去哦，这一个就专注于输出到这里就好了。还有怎样？里面的苦力怕也太多了、啊，是不是因为我把红石挡掉，所以它太暗，大规模生怪啊？好夸张哦，好像我的生怪塔哦。在秋风的努力之下，哎呦，电力有慢慢上升哦。这样感觉可以，对不对？那我去看一下我的电磁环充能结果，充能好像还好而已耶。我应该要在这边多放一点输出端，让他们充能更快一点。秋风全速充能中，噔噔噔噔噔，这边快要粘完了。哇，有没有已经充饱的、啊？有没有哪一段已经充饱了？都差一咪咪耶。电力到底够不够啊？我耗损这么多能量，把它充好，到底能不能为我发出比较高的电呢、啊？这里好像有一点问题，对不对？好像充不到这里哎，有在衰退哎。哦，我回去看一下，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我合了几个这个高密度的布啊。看你能不能哎、欸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要看到这里再往上爬了，好恐怖哦！每一次看到它在飙升，有没有？高密度的我好像都撑不住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能量有多了有多了，我可以撑下来了。可是高密度的没办法撑很久啊，再换回来，太恐怖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早晚要爆炸，有没有？太恐怖了，这个能量哎、欸，能量真的是在下降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撑不住哎、欸，而且消耗的速度还蛮快的哎、欸，哇哇，我看来要找一个更好的替代能源，有没有？我发现好东西了，这个布 RTG， 哇，这个可以一直稳定产生100的 RFT 哦。这个需要200，一格就要200，那我要做多少这个、啊？我要做多少个这个啊？我做得出来吗？哎、欸，好像做不太出来、欸。这个中间的这个布238我做得出来，做得出四个。这样照理讲，我就可以做出这个四个。哦，好，我来生产一下高级版。我们的吃电怪兽。太恐怖了齁，先生产出几个这个，看能不能挡一下这个哎、欸、每一个开可以产生400哎、欸、那一个可以抵两个，我要几个？我有800个，所以我要做400个开，或者是做1600个布。我干嘛这么辛苦？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做出了这个低密度的局，通通丢下去，发电，拜托之类，撑下去，电力需求一直都爆表，有没有？撑下去，有机会没有？哎、欸，电力，加油啊，撑一下，哎、欸，有了，电力够了，我电磁环终于充电完成了。哇，反应堆24，效率温度变化，我是不是也要在上面插一个电，让你有电有温度，然后把能量灌进来，我就可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
温度没再上升，哎，不行，快撑不住了，电力快撑不住了。总之我没有放错，这边要我要把氢先灌来这里好了。我的氢在这里，用什么管线？用无线管线打到对面去。液体，这个应该算液体吧？液体的无线管线，液体的无线传输节点要海绵，海绵啊？我没有海绵，海绵要怎么来？水化器，水化器加上泥土还有冰，我也没有冰哎，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想不到海绵卡关了，水化器用冰，冰用这个制冰机速冻机。哦，好好好，先做一下好不好？我决定改用冷凝炉啦，好不好？都是循环的，循环的模组就交给循环去做。冷凝炉先做一个，做出一个冷凝炉油。接下来是水化器，水化器差什么？水化器要哦，头人器是不是？有，然后再插两桶水。好好好，我马上捞给你，好不好？马上捞给你，把我们的冷凝炉放在这里。这个水旁边有水会自动灌进来，把这个木棒放下去。不用能量哦，不用能量就直接搅出冰了。哎呦，这样感觉好神哦。那我把这个也放在旁边好了，把这个也放在旁边，帮你也接上水。这里要放冰嘛，对不对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冰跟土，这个要能量了，加给你能量，要能量就等于能量。好了，有能量来了，马上就可以做出海绵。哇，两块了，感觉很棒。做出流体节点两个，好了，不做了，然后再做两根这个标记棒。这边呢就提取氢到这个节点里面，这个就传输到对面去。那这边呢，这边的锂还要分离，对不对？离心机分离，我还没做离心机。好了，马上做出我们要的离心机。等一下就分解分离出我要的液体之后，一样无线传输哦。我这里离出了锂六和锂七，我应该只要锂六、锂七，我忘记了，我到底是要哪一个？先不管它要哪一个好不好，我先把它分离出来，用那个桶子，那个铁桶把它分离出来。我正式的把锂六和锂七打到桶子里了。之后它就会沿着这个管线传输到这个流体里面。有哎，满满的都是。那我要在那边弄一个管线，这样导进去。这个有没有成功啊？我在这边也放了一个节点，这个是要导氢气导到这里。这个没导过来，这个不能导氢气吗？既然气体没办法导进去，我就接了一个回旋式，什么气液转换机，转换为液态氢哦，液态氢再打入节点里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吧？再打入节点里，哇，这里的产线，这个产线其实这一条应该可以收起来了，然后这里这一条应该也可以收起来了，用不太到，我要用的只有这一条而已，就这三个而已。所以我的液态氢正式的导入了，这样子我只要在那个核融合上面再放两个铁桶，分别导入这两个液体，那个我的核融合就可以发电了。只要它的磁环有充电，哇，它的磁环完全没电了，太夸张了，只剩下这边有电了，一半有电，一半没电。有咯，液态氢传输过来了，这边是锂七，我都帮你锁起来，不要一直闪，不要一直闪，锁不到哎，灌满满的有没有？只要这个电池充能完毕，应该就可以发电了吧？这个电池充能就是很大的问题啊，老是觉得能量不够用有没有？这个吃电怪兽。